工队最后的战斗二。巨星是发迷你特工队，福特，不，不可以这样的，快睁开眼睛吧！迷你特工队，你们不能就这样走了呀！迷你特工队为我们的安全而战到最后一刻。对，现在该我们帮助他们了。但我们现在已经太迟了。不，不迟。如果我们大家聚在一起，共同为他们祈祷，他们就一定会醒过来的。他说的对，集合大家的力量，让我们为迷你特工队祈祷吧。好。请睁开眼睛吧，回到我们身边吧，请帮帮我们，把我们的力量给迷你特工队，给福特，拜托了。当真心诚意到达天堂，奇迹就会发生。人们的爱和感恩，因此引发了新的奇迹。我们在哪儿？啊，我们还活着吗？大家真心的祈祷，使你们再一次醒了过来。福特，我就知道你会醒过来的。谢谢你，里帕斯，真是谢谢大家了，太感谢了，都是你们大家的功劳。没关系，我就知道你们不会死。好，让我们去阻止帕斯克。好。迷你特工队变身，变身！哎呀！飞枪战士，迷你特工队，不惧敌，奋斗又冒险，不管有多累。飞枪战士，迷你特工队。帕斯克，让我们火力全开对付他。好，已经攻击到他了，可他竟然毫发无伤。纵然我身经百战，也从没见过这样的。讨厌的害虫们，消失了。我们进行四位一体，务必竭尽全力。这个要试了才知道。好，上了。
这边帕斯克。下去会爆炸的，可惜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否则没人能阻止帕斯克了。全力攻击，致死方休。好，上啊！怎么回事？快回我！特攻机甲，生命能量释放，释放！我们这些蠢货要干什么？大家醒醒啊，福特，福特！我想是自动安全系统救了我们。能击败帕斯克多亏了你，谢谢。那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，你们让我看到了勇气的真正意义。好样的，天佑迷你特工队啊，大家都活着真是太好了。我们真的打败了帕斯克吗？这不是做梦吧？十分肯定，要不要我掐你一把？那就不用了。迷你特工队，你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。谢谢司令官。现在我要宣布下一个任务区域。下一个区域就是蓝陵村。什么？未来的蓝陵村还是会受到威胁的，所以已经确定你们目前还是必须要待在那里。完毕。姐姐，他们已经走了吗？我想是的。哎，我应该对他们好一点的。我都想福特了，还有塞米、露西和麦克斯。
失了吧？哎呀，我想这就意味着我们还得应付休止的唠叨。你说什么？福特尼，要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唠叨吗？迷你特工队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